是 V2 One Two Check 怎么样？还好吗？越过山丘，有点越不过去。其实唱得很好吧？你们还是听得出来这是山丘吧？因为我刚刚一度想说，哎，这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吗？差太多了吗？好啦，我们给那个假手调一点音。恩敏，你讲一下，其实恩敏不是不练，他是因为他现在是他现在做的是自愿役，所以他包括恩敏今天都是请假出来的，他要是超过十一点没有回去就会被关紧闭，所以我真的很想把他留到十一点后，因为我想让他被关紧闭。对，就是等一下真的会被关吗？我们讲真的，不会，只是会被就不能放假了。真的，那就不要回去了。太棒了。对啊。对啊，等一下十一点还会去站哨这样。真的？真的。恩敏说有一次他站顶楼的哨，然后他遇到鬼。说一下，说一下，对啊，说一下。就我们有一个哨点，它是制高点，就是它是在中正纪念堂附近的一个高楼，然后在楼顶这样。然后有时候我就太累了，就想说偷懒一下，我就坐在那个水管上面睡着。然后就有一个声音就说：“不要再睡了，在你耳朵旁边这样，不要再睡了。”好了吗？我就知道他想。OK， 蝴蝶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一下再说。好，先来蝴蝶。